那是我的儿子，他得叫我叫爸爸，我得叫他叫爸爸。这子孙三代，爸是这样说吧？三代同堂吧。对，今天呢也是父亲节，我刚下班回来，然后现在呢带爸爸去街上买套衣服，作为父亲节的礼物。先把车放在家里的店门口，这幅画我画的，有人信吗？一年到头啊，就没怎么买过衣服，都是，我在网上给他买一点，也没有说带着爸爸出来外面买过。现在已经在上班了，朝九晚五的，有时间了。妈妈有时候带你去买衣服是在哪里买？前面是吧？哎，不要，这衣服是买品牌的。男的穿衣服就是要穿品牌吗？这花花公子这边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棉的，这个比较充足。说实话，好像跟医生差不多了。白那个有的。好了，这个你试一下。啊，那这种也行，试一下。爸，要不穿年轻点，穿这种。显得小妹，小妹那个贵呀。嗯。小妹单调。这个主要是年轻的。裤子三三的，哦，有裤子，等一下再试吧。啊，好，你试一下。我爸喜欢穿白色的，有白色的裤子吗？白的不走。这种棉的。啊，不够白。这质量。放心哈，棉的这个哈。透是透气。来。还好。哦，谢谢谢谢。这个好像显得。好像显得年轻了一点啊，那不对，什么叫好像显得年轻？那本来就年轻。你爷这样子穿的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。我觉得还行，就是感觉好像这衣服就显得他个子更小。个子是没显得大。衣服再换一件，就是好紧。那这个衣服肯定不行。哦，你不是你觉得小了跟那个大吗？还是。岁月在我身上写满了成熟，却在你脸上无情地刻满了皱纹。用你一生的心血撑起了美好而又温馨的家庭。364行工作，每行都有机会休息，而你这一行是无人能代替，全年无休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哪怕初一有时都在辛勤劳作，这就是我的父亲，一位民间艺术家。帅就好。都说羊儿能放老。帅哥，来这里抽着奖，来是你抽还是老？那我爸爸抽。问一下啊。哎，这样吧，谢谢哈，叔叔一生信任哈。雨后泪长，愿天下父母。裤子要剪边，需要点时间。都说羊儿能放老，这个两父子一坐下来都是叼着一根烟。希望这个下面这一辈不要像上面这两辈这个样子。不张口，儿子有情歌一曲。好，再见。一年一次的父亲节，这几年来终于也有这个空带着爸爸买点衣服。谢谢谢谢你，不用谢我爸，我要谢谢你。爸，要不要再去吃点什么东西啊？不去。去陪你去喝点也行。好，随便随便。平时我拍视频，那是他在外的话就是滔滔不绝的说话，但是真正在视频当中的时候，他爸爸说话的话是比较少的，是不善言辞。爸，要不要穿起来给妈妈看一下，看一下好不好看？妈妈的眼光更好。穿一下。刚回来的路上也给爸爸买了条烟，喜欢抽粗支的。妈，期待爸爸那件衣服吧。肯定期待。
看看他的眼光怎么样。嗯，好，我们等他。你的儿子啥年纪了，穿这套衣服、啊、妈别这么说看你的儿子年纪多了啊，妈帅呀、啊、谢谢当你老了走不动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，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嫁以后珍惜。你儿子把衣服抱着看你看看你啊，是你老婆也高兴，我也高兴。父亲节快乐啊、嗯、爸爸。嗯，我自己也是父亲，但是过几年嘛。你儿子现在还小，他不懂这个东西。还小，他还不赚钱，赚钱了他就会送你的东西。对，嗯，剪掉那个牌子。灯火昏黄不定。祝所有父亲心想事成。祝全蒙的父亲节快乐。龙翔，现在知道什么叫做父亲节了吗？知道。作为父亲啊，他是家里的顶梁柱，知道吗？就是他把他用他的一生的心血全部给到了家属，然后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把最好的都留给了子女，知道吗？这就是父亲，他养我们大，我们养他老，懂了吧？所以我们做儿子的做子女的要孝顺父母，懂吗？那要不要跟爸爸说一句父亲节快乐？父亲节快乐，祝你永远年轻。好了，谢谢。那小马呢，也祝全天下所有的做父亲的啊，做父母的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啊。也祝这些同样是做子女的，祝你们财源广进，顺心顺意。对所有做父亲的叔叔阿姨们、兄弟姐妹们啊、爷爷奶奶们，所以说你们辛苦了。这瓶吃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